先跟大家非常的抱歉，造成社会大众的困扰。那我本意是好的吧？本意这个活动发钱，我应该如果是有人发，我也想来。我本意没有恶意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多人来，所以再次跟社会大众、所有媒体亲朋友，还有派出所们道歉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鞠个躬。先跟大家非常的抱歉，造成社会大众的困扰。那我本意是好的吧？本意这个活动发钱，我应该如果是有人发，我也想来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本意没有恶意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多人来，所以再次跟社会大众、所有媒体亲朋友，还有派出所们道歉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鞠个躬。然后接下来我还是继续发钱，因为我看到很多媒体说网红急道歉，然后截图就说他会继续发钱，对，但是我会用更好的方式，会规划好，然后还会发动大家。我有在洽谈孤儿院跟流浪动物之家，会合法合规的发动大家一起发钱，然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了，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活动。深感抱歉，深感抱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听着，现场是不是有玩具操？那个我有发媒体玩具操，我有发影片可以看我限动。玩具操是培根发的，培根 IG 叫忘记了，大家打培根就知道，反骨男孩培根发的。对，玩具都是他发的，我都不是，我都发的是真操，都有全程都有影片，我们都有助理拍摄的。对，还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我就先不方便讲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因为现在在侦查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解散，我一直说希望你们帮忙解散。你告诉我走哪里，我比较安全。我没有开车，我没有开车，你就往回这边走。那边全部人都跟他走，全部人都跟他走。能走路吗？还能不能？他们可以跟你挤出车。但我觉得太危险，不能发，对不对？你投谁？对，我会怕你们影响。因为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如果造成任何踩踏的危害，甚至对对，我跟他讲受伤的话，你要不是我要走，你先前面先走过来。那你现在往后走，就往左边，就是松仁路那边，就大马路，往那边走你就可以离开了。OK。希望你们帮忙解散，你告诉我走哪里，我比较安全。我没有开车，我没有开车，你就往回这边走。那边全部人都跟他走。因为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如果造成任何踩踏的危害，甚至对对，我跟他讲受伤的话，你要不是我要走，你先前面先走过来。